味觉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了变化？连空气都是甜蜜的回忆，渐渐模糊不清。对我说的话还有记忆，怎么转过身就能忘记？思念像书本里的笔记，痛苦的想要把你放弃。怎么让这感觉像化学反应？不愿再去触及有关你的回忆，删除不掉的记忆缠绕着我思绪。还是朋友吗？你们心里面的人，那专属位置是否有人做的样子？却出了谁？才是你话题的重点，翻来覆去彻夜难眠，是否误触了底线？不敢说也不敢直视你的脸，对你说的话还有印记，就算转身也不曾忘记。是什么原因中断了化学反应？是否还能触及有关你的回忆？消除不掉的记忆缠绕思绪。泪水流干，就只剩下眼，不会再痛了吧？